现在安装 ASM。真是人争端，远程。只能用户短信，打开用户短信。现在设置一下 ASM Home 的路径。现在安装 ASM 路径跟 Oracle 安装文件的路径不一样的作用有很多好处，也是 Oracle 强烈推荐的。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滚动升级，就是ASM 升级可以跟数据文件的升级分开来。点击下一步。点击 Customer。选择这里改成 ASM。点击权限，点击下一步。这里只演示作用，全部选掉。只选择 OPER。只选择安装数据库软件。单击安装。